Hello， 小树的宝宝们，我最近在横店，然后呢，最近是我的假期，所以我的每天都有非常多的空余时间。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吃青梅，我最近就在那个小红书上搜，然后就种草了一款青梅酒。因为其实之前妈妈可爱给我做这种果酒，然后她就是也是做着做会上瘾。然后去年我们家有龙眼的、荔枝的、李子的，还有石榴的。啊，今天呢是我想说我一个人试试看这个青梅酒。首先，这是我买的青梅，大概有五斤左右。那先要做的就是给它洗干净，把水漫过这个。一般他们都说用盐搓，但是我洗菜的话一直在用这个洗菜。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方便。然后到时候洗菜。如果你们家没有洗菜粉的话，可以用面粉和那个盐代替也都可以。然后它泡半个小时。Later。洗完啦，然后给它再冲一点。因为要做酒的时候，梅子要让它保持干的状态，所以现在洗完之后，就是还要把它水分洗干。洗水的时候，这个厨房的纸是厚厚的，然后给它铺在这边。好，把洗过的梅子晾在上面。现在我们就花一点时间给它晾干，因为这风一吹，其实青梅晾得特别快。告诉你们，这样一天的时间过得可快了。这个酒吧就是三个月到半年才能喝到。瓶子是我准备用来泡青梅酒的瓶子，它大概是1600毫升，这个一定要高温消毒。就是你要洗干净，然后洗干净之后就要给它晾着，要保证青梅酒在做的过程中这个瓶子不能有油，不能有水，要非常的干净。做这个梅子酒的时候，就是要特别注意它梅子一定要非常好，非常新鲜，一旦有那种发软或者说是有冻啊或者那种就不能要。然后现在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取个牙签把它后边的这个给去掉。搞完之后呢，再拿一个小叉子啊，给它戳几个洞，这样子入味一些。哇哦，这是一个大功告成，你可以放进去。继续，这个去掉。我现在要开始按照流程一步一步来了，一会儿见吧。我现在已经把那个头已经全部去掉了，然后开始戳洞，比较碎一点，给它盖上去。其实这个梅子我已经闻到那种小时候吃那种脆梅泡在那种酸甜酸甜那个汁里的那个味道。夏天我教你们可以放一点冰块，或者直接再兑一点雪碧。哎呦，我的天！掉层糖。好啦，这一罐是我刚才放进去的。然后现在最后一步就是倒上白酒，我用的是专门浸泡这种水果酒的，是38度，然后它好像还有个40多度和一个50多度的。这个东西啊，那熟了之后就可快可快了。好，我的酒酿完了，两瓶青梅酒，然后呢，我要贴上标签。2022年5月8号，贴上。
然后我们就等着下次一起喝的时候吧，然后下次再给你们分享一些啊有趣的好喝的好玩的。今晚有彩蛋，不要错过哦。有一次别人泡完给我喝是先用30多朵，然后他泡完三五个给我喝啊好甜啊跟果汁一样，我就说没有酒的味道，我就跟我妈妈说，然后他用了一个50多朵的泡，那简直真的是喝不了，可能放上一年味道才过去吧。跟你们说这样是我干的太麻烦了，就是你们应该把所有的这个地方全都给它挖掉，然后全部从完洞，然后一起帮你去，那个感官也很爽。嗯，我知道这么现在要开始，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奋力的，我现在要开始努力的，我现在要按照流程一步一步来。我现在要开始按照流程一步一步来了，一会儿见吧。Nice.